这里是怪兽的老窝，菲利亚正在睡大觉，小怪兽正在看电视，霸王龙开始攻击了。嘿嘿，杰顿真好看呀！啊，是的，真好看。哇，奥德之母来了，他打倒了哥斯拉王和杰顿。小朋友们好，我是奥德之母，我来消灭怪兽了。啊，不好，贝利亚老大，奥德之母来了，别睡啦。啊，什么？奥德之母来了，我要起来看一看。啊，小朋友们，奥特之母真的来啦！这里可是我们怪兽的地盘呀，他胆子好大呀！贝利亚，少说废话，我就是来消灭你们这些怪兽的。哈哈，我可不是这么好对付的。火山怪鸟、邪恶迪迦一起攻击！不好，奥特之母被三个怪兽包围了。哈哈，奥特之母，你今天是跑不了了，赶快投降吧。火山怪鸟，就让你先知道我的厉害吧。奥特之母很厉害，一脚就踢倒了火山怪鸟。邪恶迪迦一起攻击。奥特之母有保护罩，邪恶迪迦打不透。飞起来！啊！不好，贝利亚偷袭奥特之母，把奥特之母打败了。啊，贝利亚老大，还是你厉害呀！哈哈，一个小小的奥特之母，怎么会是我贝利亚的对手呢？我们要消灭奥特曼，生霸地球！小朋友们，奥特之母发出了求救信号，还有奥特曼会来救他吗？请关注下一集。哈哈，小朋友们，谁来也没有用，谁来我也会打败他们的。小朋友们，再见。特种兵队长你好，我是这里的总指挥，你们救出俘虏之后我们就发动总攻。好的，总指挥，救俘虏就交给我们特种兵吧。队长，我先爬过去侦查一下情况吧。好的，你要小心。灰色兵人守卫森严，我们必须要发起突袭。小朋友们，这里是灰色兵人的飞机上，他们抓住了绿色兵人的俘虏，现在绿色兵人找来特种兵，他们要发起突袭了。狙击手，干掉守卫俘虏的士兵。不好，有敌人，大家要小心。啊，特种兵一起进攻，先救俘虏。战友们，我是绿色兵人的特种兵，我来救你们了，你们别怕，我先把这里炸开。快点布置炸弹，我们掩护你。战友们后退，炸弹要炸了。俘虏得救了，大家一起进攻，扔手榴弹。哇！快撤退，我们守不住了。小朋友们，我们还会打回来的。小朋友们，绿色兵人在特种兵的帮助下成功的占领了机场，打败了灰色兵人。小朋友们，还会有灰色兵人再来吗？请关注下一集，再见。嗨，小朋友们好，今天我们通过一群地形机甲玩具，弟弟，我们现在要打开吧。好的，我
哇，小朋友们，原来这些都是工程车变形玩具。哥哥，我们现在能看到变身。好的。哥哥变这个混凝土搅拌车，我变这个战斧车。嗨，小朋友们好，我是水泥搅拌机甲。小朋友们，我是渣土车机甲，我力大无穷。今天我们在练这个挖掘机。小朋友们好，我是挖掘机机甲，我身躯巨大，更厉害。小朋友们好，我是吊车机甲，我个子最高。小朋友们好，我是闪射机甲，我非常灵活。他们都变形完毕了。弟弟，这些机甲好像霸气呀、是的，这些机甲能够变成大的变形金刚呢。是的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五个可以变成更厉害的超级巨无霸，开始变身。小朋友们好，我是工程车合体机甲，我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机甲。小朋友们好，我是奥特之王，这些玩具好像是可爱的变形公仔。是的，奥特之王，现在我们就打开玩。大头奥特曼带着队员们变出来吧！好的，奥特之王。小朋友们看，他们变出来了。小朋友们好，我是队长大头奥特曼，我是射手深蓝，我是剑士赤焰，我是斗士铁拳，我是女队员 Maggie。小朋友们好，我是舞者小新。哇，小朋友们，他们可真可爱呀、啊！小泽，我们也可以变身的，开始变身。哇，小朋友们看，他们也都可以变身。贝利亚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奥特之王，听说大头奥特曼当了什么钢铁飞龙的队长，我要会一会他们，他们真的有这么厉害吗？贝利亚，你竟敢小瞧我们，尝尝我们的厉害吧！哇，哥德飞龙和大头奥特曼要攻击贝利亚了！啊，小朋友们，钢铁飞龙好厉害呀！小泽，你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好吃的呀？这是玉米花子，这里还有美味的大米花子。嗨，小朋友们好，我是哥斯拉，我最喜欢吃这些大米花子了，快打开给我们尝尝嘛！
给小米做的。啊，真香，真好吃呀！哥哥，好吃吧？好吃。我也尝尝哥哥的，这个是紫薯做的，这个是绿豆做的。看起来真的很美味，我也要吃。哥哥，你喂饼干饼干子给哥斯拉吃吧。好的。嗯，真香啊。嗯，真好吃。哇，小米花更好吃。泰罗奥特曼，你赶快尝尝吧。哥斯拉，小你那没有熟悉的样子，真有这么好吃吗？那我也尝尝。嗯，确实很美味。哎呀，小朋友们，泰罗奥特曼吃的可真香呀！我也要吃玉米花子。哥哥，你喂哥斯拉吃吧。好的。哥哥，剩下的我们留给爸爸妈妈吃吧。小朋友们，再见。